演的一个 Fizz 吉他手，他是来自于灵魂沙发的噗噗。大家有听过灵魂沙发吗？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我们跟沙发的表演，其实就在10月14号。对，我们10月14号就会合体，然后那场是一个蛮特别的进化场，所以如果今天此刻大家就是觉得有一些些就是磁场的连接，或者是感觉好像有点连接上我们的那个领域的话，连接上我们的讯号，对，连接上我们讯号的话，那欢迎大家在10月14号和我们来找我们。对对，因为我们在10月14号在成品，然后的松烟厂，然后被他们邀请去表演。对，然后今天公布应该是最后一天，就是有早鸟票的时间。对，有早鸟票8折，剩下几十个人的位置，所以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看，然后看看蛇人跟沙发，还有那天表演我应该会送播吧，然后也会带一些那种舒曼波，跟让大家可以觉得在音乐跟频率就对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离开这个演唱会之后，你就会得到一些能。我讲这个被消音，对不对？是上天把我消音，所以你要来现场看，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演唱会。好，我们要带来最后一首歌，然后要把它送给今天在台下我曾经第一次觉得很熟悉的眼神，还有第一次看到手艺人的每个你，然后还有我的好朋友柏成跟他的太太。然后这首歌是一首很浪漫的歌，然后叫做谢谢演算法，希望演算法可以把最近所有的好运都算到你的身旁。然后听完这首歌之后，大家都可以得到很多正桃花，还有一些好人缘。没错，这首歌叫谢谢演算法。谢谢大家，请来 Gifter 守夜人，天数。